邊度發發報信老闆嘅桃園市權後生人真係富港創新團隊，好少用外企砌鐵嘅資工同後生人真係老闆出槍講，來同一棟日本樹嘅起老闆嘅首長好少文史工作者講義歸講，透過物資支持資工嘅參加，希望安樣嘅報信回覆方式有成功，相信做得同台灣老闆嘅報信天出一個標準。自贡出村人业真无限，我将老屋的垃圾一推一推装好，拿到那边去。那为啥自贡妈妈沙特社替老屋的前途的生活用品，大家向下分工合作，我将一栋日本树的起的客家老屋养到强强。我咧富讲，台北吼无发展为所，你也搬去发展去了，当好爱要做自贡啊，当饭去。那就想说自己是在桃园念书，那如果桃园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。那就一定要来帮忙跟协助。文史工作者蒋义贵讲，一栋日本树的起的老屋的，因为屋主老的无法土整理，民国80年变呢就封到紧，也摆在桃园市文化局的地方创生案批核下，屋主愿意不是钱呢，本地方创生的后生人来整理老屋，对未来给其保存的推动，真有特别的意义。我认为用铁材铁制工啊。来看啊，来参与了发动吼，我认为不管是到哪档，其他的摊位来有讲有安想法，其实用哪个方式来激励吼，对地方保留的东西会下多。其实未来这个点，我希望可以让整个富冈或整个桃园区可以看到，就是我们其实透过我们自己年轻人的行动力量，或是在地居民，或是全台湾喜欢老屋的朋友们，可以一起号召，然后一起来整理这个空间。富冈创生团队讲，大部分居民乡下真系写落户的团队，乡下来整理落户，同地方的成败结合起来，经过各界大家来提出，希望做得改变富冈落山区，安尼就做得这个宽度客家崛起的方法。客家新闻罗文泰桃园富冈报道。